错啊，说久违的更新啊，为什么要更新呢、啊？因为我车要卖啦。酸民又靠背说啊，哦，就是、又要换车。又要换车，这台车呢换了轮圈。我之前拍的那部影片，我觉得内容没有到很好，然后后来就没上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就是装阿达棒的轮圈嘛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复原，因为我这台车要复原成原厂的样子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就在高雄，我们要去浩源这家车行呢，是新开的，听说环境蛮好的。然后把我的轮圈拆下，变回原厂车吗？没错，你是不是很舍不得啊？我舍不得啊，可以不要换吗？其实每次我车停在路边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台 A5 的线条真的好漂亮，太帅了吧！然后改了 S5 的头，就觉得哇，好帅，好沙哦。哇，小雷好帅呀、啊！你刷屏都跟你讲说什么？哦，那电车又没有什么好改或什么的。我开油车也没有改什么，好不好？你讲我改了什么？就改个进气，然后改个电脑。我又不是我有钱多厉害的人，还可以改到好几千匹哦。我没有那个本事，那我就选择我自己比较能负荷的车子，我自己玩得开心，这样不是最重要吗？而且你也不开快车。对啊，我又不开快车的，讲这么多废话，我们直接走吧。嗨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你可以不要这么搞吗？好，我一直都没有好好拍影片，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轮圈。各位知道 Yokohama 吗？横滨轮胎他们的品牌，对，就叫 Adavang 嘛。Adavang 最著名的就是 Adavang GT， 对，这是它的代表作。那这颗跟一般我们在路上看到 Adavang GT 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一颗的话，它是所谓的 Adavang GT 的 Beyond， 这个 GT 的质量，它是用 CNC 洗上去。很多路上看到是 Adavang GT 是贴上去的，对，一般版，它这个算是 Beyond 版本。我记得 Adavang GT 不用这颗分五种凹度，对不对？它有7.1到7.5的凹度。那你这一颗10.5J342的凹度属于机构第四个凹度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我没有装铝圈盖？因为这颗框的设定算是比较进阶化一点，大部分装 GT 的人都不装铝圈盖。好啦，我觉得我再尬聊下去的话，可能装到十点都还没能换完了。这边有一个小细节，一格一格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增加我们轮胎对铝圈抓的力道，因为它是赛道取向的，他们在设计上会防止你在赛道上出意外。像这个小细节就是防止轮胎空转，轮胎空转。反正我铝圈这边也装好了，怀念的原厂样子。我也特别感谢浩源系列社，每次来都觉得受益良多了。如果各位有需要装 BBS 啊，或者装任何日系品牌的轮圈，都可以来找浩源系列社。对，你们可以在他们 Facebook 找到。我们继续到下一个地方。复原我们的车子，再见了，人生第一组精品圈。新厂啊，谢谢英哥新厂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还可以车距，哎，里面大概5台可以车。哎、欸，各位，如果真的有需要改气压或什么的，现在不止气压了吧？我现在应该是说走全方位，就让你车子进来，你想要改什么，我们通通可以帮你处理。而且它这边就在英哥交流道下来拐2个弯，下交流道大概5分钟，不用5分钟，不用5分钟，3分钟。因为我刚前面有2个卡车了，所以可能比较准。听了都心痛了，这样子。江哥 ，OK 吗 ？OK， 谢谢啦，拍谁？麻烦你一整天了。那我要启程去下一个地方喽。OK， 真的启程。对，我要去启程。OK， 对，好了，我们现在真的要赶路去启程，去下一个启程。
今天真的太赶了，小事情，真的拍谁认真拍谁，要这样说嘛？每一次啊，都是来启程这边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好讲话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好配合，好配合，以客为尊，当然是。上帝，他们很细心的是每一次帮我拆下来的时候，都会帮我冻结，每一个配件都会完整的拆下，不会有漏拆的问题。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每一次来这边之后，就只能来这边了。因为至少他们每一次都帮我装完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一个测速器啊或防护罩啊，每一个都用了至少有三台车以上了，那大概有用了三台车以上，至少有四年。对 对，这种东西呢，就是我认为啦，必须投资的东西。对，因为现在速线降低嘛，很容易就被拍啊。当然说装了防护罩不是说无敌，多一份保障啊。对，上帝多给你这个机会。对，不然对，车子放半年是蛮麻烦的。对，确实。台北、林口、屏镇，然后彰化、云林跟高雄，如果真的有需要装任何3C用，很推他们的安卓机，好用了。好啦，真的是多谢谢他们。你知道他们营业到8点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7点55分，谢谢启程。接下来就是下一站，就是最后一站，我要把我的 A5 卖掉。我得说真的，这次真的有舍不得。加上下雨，然后加上临时发生一点事情。嗯。现在对于离别有一点敏感。嗯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去我好朋友的车行，叫做地驰国际。如果你想买这台 A545TFSI， 就是可以到他那边买。老板看起来他长得有点像碰，他对我很好，他还特别借我了1个月的代步车。好了，我觉得。今天让我少讲一点话，讲太多会不舒服。对，我尽力了，尽力了。车子已经放在车行了。跟大家收尾之前啊，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家车行。这家车行酷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全台湾有没有，但是这家车行呢，这边除了卖车之外，还卖名表。我是 Open， 他们这边有2家分店，一个在复兴北路518号 A 驰国际。我不懂表，我想说你能不能帮我跟观众介绍？没关系啊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好的，你也怕没有？不要紧张。没有紧，不是蹦板。我觉得你们很酷的是这些表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完全不懂表。我们这边就是主要就是卖劳力士跟 AP 还有百达翡丽嘛，主要是卖这几个牌子，但是其他的也有，但是因为这边位置有限，暂时先摆出这些。我刚刚看到桌上有一只表，那只是我们今天刚卖掉的百达翡丽的古若奇新表，这只大概1000多万，那我们这只先卖810。那我有一个建议，还是你以后地址就关掉，改开表店就好了。没有，这个是乐趣，喜欢玩车的也会玩表，仪表会有个据点可以聊天，所以我们。在准备找更大的场地去安排这些东西。你们刚刚讲到的重点是，你们还有在策划更大的场地。对，因为要把更多的车子跟表一起用出来。所以你们刚刚说那个检验的部分呢、啊，有请外面专业的会专门来检定。因为毕竟收了这个表，花了好几百万买到它假的，那怎么办？毕竟我们要给客人交代啊。对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个收尾，让大家看一下车。好、啊，好了，刚刚看完我买不起的表之后，现在来看小兰最后一眼。小兰拜拜啦！不行，我还是要让亮亮开营业。亮，小兰要拜拜啦！影片要结束啦，好吧，你要哭咯？没有。哎呦，你这样怎么回事？没事啦。你要去看一下吗？那个很帅，我要把它上面全部盖满我的手印。小兰拜拜啦！你们按满手印啊。哎、欸，这样会加价哎。拜啦，小兰。小兰，拜拜。